过这首歌吗？可以吗？你们会唱吗？给孩子们一起。之后，他还是陪在你左右。请 Cookie， 有请 Cookie。祝贺张艺兴，有请张艺兴先生再次上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。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誉，拿出你们的尖叫声，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他用三个月时间收获千万粉丝，自出道起一路保持初心，全心投身于音乐创作。2019年原创 EP Young 一经发布，瞬间占领音乐平台榜首，多样的曲风尝试向大众展示了他在音乐上的探索精神与无限可能性，成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全能歌手。2020爱奇艺尖叫之夜音乐单元年度全能歌手蔡徐坤。恭喜恭喜蔡徐坤，有请蔡徐坤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接受这一份属于你的荣誉，有请。邀请蔡徐坤移步到话筒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蔡徐坤。很开心又一次来到尖叫之夜，这是我出发的地方。这一次重新回到这里，其实见到了很多的熟悉的工作人员，很多帮助过我的人，在这里也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另外谢谢每一位关注我音乐的朋友，谢谢每一个台下来看我演出的朋友。谢谢我的艾坤，谢谢我的团队。今天我在来尖叫的路上还跟我的工作人员说，我说每一次来尖叫之夜都被堵在四环，希望明年的四环可以不堵车。谢谢谢谢谢谢向华总和张兰女士，来请几位稍事休息一下，谢谢。